Y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C Jeff Park。身为一个 MC， 冇麦就等于冇咗佢嘅武器。Pass me the mic。Yo， 属龙嘅朋友喺事业方面今年波动好大大，必须好好处理人际关系，系唔好同上司朋友针锋相对，唔露礼礼，否则一切努力都可以系浪费。今年仲要注意飲食之外，都要留意可能會有血光之災，押韻嘅 Adam 係啦，另外都要留意可能會有水險，同時乜嘢叫做水險，可以係跌落水，或者好缺水，或者係淋到水，是但啦，都要照顧小孩，可容易會有意外損傷發生。好在你的命宮仲有八煞星的照耀耀，所以任何災難都可以笑 yeah， 或者可以是虛驚一場，亦都可以平安是福 yeah。 屬龍的朋友恭喜發財 Peace， 我是 MC Jeff Park in the house yeah。